再来给他们洗个澡堂啊！回去回去，好吓人啊！这玩意儿，再来把他的衣服扒掉，上青蛙王子喽！一半做麻辣牛蛙，一半做叫花牛蛙，这个肉晶莹剔透的。跑什么跑？抓两个鸡蛋儿，给牛蛙裹上鸡蛋儿耶！哇哦，先来砍点芭蕉。这个刀老锋利了，再来整个叫花牛蛙，一点姜片，一点小葱，一点点干辣椒，一罐老干妈，一点点盐，给它搅和搅和，搅拌均匀，点火，哦，哎，下油锅，我心疼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我都不心疼，把腌好的青蛙王子撒过油渣，哇，饭香味一下就出来了，就这种外焦里嫩，哇塞。底料搞里头，哇，一大勺这个豆瓣酱搞里头，再来加把葱，炒香还有酸萝卜搞里头，这个调料蘸鞋底都好吃。腌好的豆芽给它下锅烫一烫，哇塞！再把青蛙王子搞里头，一大盘干辣椒搞里头。哎呀，是疼不疼哦？不痛，我是金刚牙，来两瓶小啤酒。给它铺平平，再来铺上芭蕉叶，再来把青蛙王子排个队，再来给它盖个小被子，最后用土给它封严实。求让你北这边砍掉那边无主，哈哈哈，这不就见证了吗？盖上盖子，给它封上一个小时。哇啦哇塞，天都给我整黑了！哇塞，出乎意料的香，一泡吃白了。饭前来包小果汁儿。好吃啊，好吃、这个豆芽脆脆的，好好吃啊。嗯，怎么看好吃。哇塞，它这个腿好肥呀、太香了，滑滑的嫩嫩的，好香哦，很香味哦。这个叫花的我也想沾点辣椒油，这个口感就是那种比较原汁原味的，而且加上这个辣椒油追香，吃的干干净净的，搞得这么香。光蓝